好久没吃了，终于立秋了。鱼饼，哇，太好吃了吧，太香了。嗯，辣死些吧。香香，啊，太好吃了，还有腊肠，还有五花肉。这肉里面都是腊肠的味道。炒到香。无骨鸡爪。嗯，老公做的，嗯，你来个粗的，好，嗯，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？到你了。现在大锅都上来了。